係已經唔驚蜘蛛嘅啦咩？係啊。咁你嗰晚見到只蜘蛛又嘔？嚴格嚟講咧，我唔係俾只蜘蛛嚇到嘔嘅。乜嘢啊？即系我哋以前嗰个练胆大法系失败噶啦。唔系啊，成功噶！我而家真系唔惊蜘蛛啊！嗰日我作病嘅。定系你俾人屌得多，屌到你呕啊！你知你哋嗰行啊？早知嗰日拉埋你。阿 Sir， 我走噶啦，阿 Sir， 俾次機會啦。屌你老母食黃豆！你又何嘗唔係一隻 IT 狗？點啊？轉咗行咩？冇做。啊！對上一次撞到你，好似都四年。份工幾好嘅，啱我，夠曬度。我舊年牙痛，智慧齒，醫院有個計劃俾啲醫科生實習㗎，即係唔使錢可以幫你剝咧。我話好好試下咯，你知剝隻牙唔平㗎嘛，咁。由摸嗰晚就開始痛，一直痛到依家都 keep 住痛，嗰種痛我好難解釋俾你聽。總之後來我證實到，喺佢幫我摸牙嘅時候，錯手 cut 咗我一條神經。而而家嗰一條神經一日令我有八九個鐘不定時係非常之痛。跟住我辭咗份工，我日日研究法律點樣向醫院追討賠償。屌！有時夜晚無聊，落街同我啲南亞仔霸地盤擺攤賣二手 CD。你而家唔聽歌啦咩？賣曬啲 CD。邊有咁多位啊，哥？有得攞嚟放你最中意啲小動物啦、啊，蜘蛛昆蟲嚟嘅，蜘蛛動物嚟噶。昆蟲有頭、胸、腹三個部分，蜘蛛得兩個咋。昆蟲有三對腳，蜘蛛有四對。昆蟲有竹鬚，蜘蛛係冇嘅。啊，你而家了解咗蜘蛛佢唔係昆蟲，我哋了解蜘蛛嘅身體結構啦。蜘蛛嘅第一個部分有三對係附肢，其中一對叫剔肢，個根部有毒絲，末端又有勾，佢咬住啲獵物就釋放嗰啲毒液，麻醉佢就殺死佢。真係冇諗過你由中學玩蜘蛛玩到而家喎！我估唔到你由中學驚蜘蛛驚到依家。收音機已經唔記得有幾多年冇同標童好似而家咁坐喺度傾。標童喺中學時期一啲都唔懂，轉數快，講嘢又快，成日都好似有無限嘅精力咁。不過好多同學會好怕佢，因為佢好中意整蠱人，例如係整蠱我。我記得有一次有隻蜘蛛入咗我褲內，真係諗起都縮一縮。不過佢亦都有見過最真誠嘅一個人。心諗嗰句，總係會講翻嗰句。我知道呢樣嘢喺整段對話入邊，收音機竟然冇聽到標童嘅一句心聲，只係不斷斷斷續續咁聽到標童喺心裏邊唱緊一首歌。唔係你似，唔入你袋，嗰把撲街講大話。好似食生菜，就當我蠢，就當我冇運行，我老虎。
在講，光多無謂。佢當初困我落膽，就話乜都肯制，就當我蠢，就當我冇運行。我老虎蟹都唔會再想佢多。啦啦啦啦。但就入咗落你個腦度，出唔翻嚟咧，好辛苦噶，成個禮拜啦，係嗰啲網絡歌手嚟噶，佢改編嗰啲 blues 咧，哇，唱到好難聽噶。我播俾你聽啦，話唔定入咗落你個腦度，我冇事嘅。我聽過，我冇講咩歌。我意思係我試過咁樣。係啊，好多人都試過咁樣啊！呢個現象喺科學上邊係有得解釋嘅。三日要在一個醫生朋友那裡打麻痹，如果不是不得的，好撚痛的。我現在officially叫永久喪失工作能力。那天之後，收音機有一段時間沒有再聽到其他人的心聲。